Hi everybody. เอาไปจะเกิดสิไหวหมาฮะไหวหมาแล้วต้องกินปิงอันจีต้องจะเป็นปิงแน่ว้าว่าจริงจะกำอุ่นอีกเวทตอนที่นอนเลยไปจริงแน่ไหวหมาแล้วปวดโลคีโซหลังต้องเหล่าหลังไปเสียปวดโตว่าหมาที่กุยแก่ลอยเต็มเสียปวดโลท้อค่ะขอแอมบิวเลนส์สั่งจีรุกุนชูอ๋อจีเลยเอาไปเห็นเนาสาวก็ปวดจีตาลีแก่ในตัวคังฮะถิ่นแล้วก็เจียมแล้วอีกเวทอีกเวทอีกจีเลย心脏病，所以吃嘞，哈嘞 ，aspirin 就是清肺药，所以伊个脑内边出血，所以脑梗真正惊血未止，把搞搞后尾伊个血止了，了阮无脑震荡的症状，哦，过了几日就出脑，特别 because of 伊个神经线受损哈，出脑了一点啥都无咪会惊了，啊，无咪会惊，所以脑梗讲特别运动，特别靠家己力行。那是无惊，神经萎缩，哪萎缩，伊会永远袂惊。所以咧，到底出老会点声？王仔讲环境期，你特别好，伊惊了，伊运动，啊无伊神经线直直袂，直直萎，直直萎落去，伊会瘫痪。所以好彩，我厝有一只 smart fitness 哈 ，smart fitness 咧，好歹嘛，会怎样安全，会运动，做咩事咧？因为我嘛心脏病。一喘呐，伊血泵未够了，伊血泵伊未够，伊那是惊咯，伊用力一喘过头，做伊最正规身骨最正惊咯，更加坎坷。哦，所以还一个点声 ，smart fitness， 伊无需要靠家己力来惊，得会好伊做运动。如果讲特别靠家己力，加来做 physical therapy， 加会好伊加紧多紧来惊咯。所以我嘛吼，伊用这 machine 呢。就是等于伊行路的运动，安尼看来帮助伊律动，吼、哦，律动和伊血液循环，因为这点啥地要紧血液循环，血液被循环，伊筋就拿来拿位，哦，所以咧，我有互人我录了只 video， 有人看我的 video， 然后有人就知是发生还没进行。所以看他妈的影片，有人就在讲发生还没事了哈。所以我妈咪咧出老刚刚当今两礼拜了，用了这 smart fitness already 用了正十字哈。所以让伊看到一部书要我扛靠扛伊起来，我要见到底后尾搞我妈咪不多呢，伊家己有力，到底搞以为家己坐起来了。所以这 smart fitness 的力动法，会吓我妈的血液循环。好，伊个脚、伊个手、个摆个症状慢慢消失。我相信，我面上个老公讲个，就爱加半年、一年，点上我嘛会惊咯。有可能我嘛，到底短短的三几个月就可以走路了啊！所以这台 Smart Fitness 是一家健康的选择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妈妈，我爱你。